在都会区放火，讲一个实在的，因为住宅区太多了，也比较密集，能够让我们这样子去放火的，说实在的，地点也很少。那相对的，撒吉拉亚在这个部分来讲，是所有在都会区里面的族群哦，只有在夜间办理活动，然后而且领有县政府啊市政府的一个放火执照，而且还可以正当性的去请我们的消防队来去旁边驻守，这个是唯一跟其他族群不一样的地方。撒吉拉亚在这里也不是土生土长，所以说我们其实我们也是算是从外县市移民到桃园，就想想说我们离乡背景来到桃园之后啊，我们的族人也蛮多的，当初我们就是想说啊，在桃园我们是不是也要成立一个协会，然后来办理我们属于在都会区的一个火神祭，来纪念我们的祖先。那讲到这个东西，因为在都会区里面有很多的建材采集，这个部分相当的困难，必须要透过朋友到这个原乡，就是桃园原乡的地方去做一个材料的采集，让我们在我们的祭典的时候能够使用，都是经过询问然后去取得这些东西来去呈现我们的火神祭。我是第一届是理事长，我衍生的部落是玛丽营的部落的人。我以前我的想法是，哎，我以为我是阿美族的望族，其实不是。结果透过火神祭，透过历史的影片来，才知道说啊，原来我的族群是被灭族的，被清兵灭族逃难到瑞穗玛丽营这样。因为我从七岁离开部落到现在，我在桃园生根48年了。然后以前我都参与别的族群的丰年祭，从我第一届这样，我认为我原来我是撒吉拉的后裔，我也感到很光荣，我是撒吉拉的后裔这样。成立协会以后，就一直很积极去找场地，一直找不到场地。后来我透过原民局的局长，那时候我原民局局长是古拉斯，他也是鼓励我办这个活动。啊，我们不用放火没关系，从第一届、第二届都是用烟雾去办这个活动，让我们慢慢的让人家知道说我们在桃园里面成立这个协会，然后办这个火神祭。后来第三届就古拉斯局长就找场地给我，就找到后面那个场地，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在这边办火神祭，我就认为说可以，然后才开始用花莲的模式把它迁移到桃园办火神祭。
当初也是因为火神记接触到之后，感受到，然后听到这个悲伤，触动了一个情感上的一个感觉，然后才去做缅怀这个我们自己的祖先这个部分，然后去做一些所谓的火神祭展演，然后去传承，让我们在都会区的一个我们的小孩子能够了解到我们族群是什么样灭亡，然后什么样再次复活，然后去展现我们的一个萨吉拉耶的一个精神。我们萨吉拉耶在这里也不是土生土长，那要采集这个竹子呢，我们都是透过朋友，然后去询问介绍，是不是有可以采集的地方，让我们在我们的祭典的时候能够使用。这个竹的搭建，其实当初我们在第一届在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用最原始的一个方式去做，但是呢，耗的时间太长，所以说我们请教了做木工的师傅，我们的牧师去指导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做主屋会最快又最便利，那就是应用了他们的专长，就是用螺杆来去做相接的一个固定，然后缩短这个搭建主屋的时间。因为我们毕竟在都会区，大家有各自的工作，那为了要因应这个火神祭，大家要牺牲很多的时间，没有办法上班，所以说我们把这些工时都要缩短，然后造就最大的成就。哦，这个竹的搭建啊，有很多的哥哥嘛，几乎大概都是做模板的比较多，然后我们也都简称他们为牧师，对，木工师傅，所以说简称为牧师。刚刚那个理事这里有意见哦，就是说看三号能不能改到四号了，就是大家赶快就是先把时间先定出来，然后安排一下下个月的那个。在这个火神祭还没有开始起跑之前，我们的萨吉拉耶的族人就会陆陆续续就会打电话来询问我们这一次我们火神祭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那。时间定了之后，他们要来参与，然后来去协助整个协会来去做制作的工作。那这些族人呢，并没有人去做强迫的工作，那是他这些族人就是对一个自己的文化的认同感来驱使他们，让他们自动自发来去询问、来去参与、然后去协助、来去完成这个整个活动。因为大部分都是的啊，像我这个年纪啊，是年轻人了、啊，大部分都是，马路街马面，也是在公司里面很不好请假。那么你做木工的时候是还好，我们做木工的人是算还好。不过啊，有的人是我当老板的啊，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代工的啊，弟弟也是代工的，就很难撮合这个时间呐、啊。啊，有空就过来，我自己想一想啊，既然。我们身为有萨吉拉耶的一份子上，我们尽一点力量，啊，能够有空，我们尽量去控，有空的话尽量来用。我们在桃园租了才129万，现在是青壮，大概都属于是二代。基本上其实我们对这种工作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硬性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大家现在看看自己手边的工作，如果说比较闲暇没有重要的事情，他们会间断性的一个来去做制作，那如果今天工作忙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让他去上班，因为毕竟
生活还是要过，肚子还是要填饱。因为我是阿美族嫁给萨基拉亚之后，我才知道说啊，原来是火神祭要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他们的过程太多了，很复杂，而且工作也特别多。他们筹备了将近快一个礼拜，都一直到现在目前为止，可以是说这个成果还没有一半。这几年这样参与才会知道说后面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要不然我们没有去深入了解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是这样子。我到都市这边大概将近快要40年的丁尼都市，丁尼都市当头目的话，如果有事情的话，扎那阿玛路该要做事，还是要做那些事情？打电话跟他们讲的话，有时候他们讲说是好山呢，我们自己也知道了。买那都市区里面，几乎在工作的阿玛路该阿丹道呢，在都市真的是很难请假了。像目前我们那个理事长，他对他的公司一样啊，请假我请一个礼拜喽，所以有一种心情啊，很有那个感觉啦，一定要做得很好噻，都感想了没的呢。基本上。理事长这个职位也就是无几职，那就是对一个族群跟对协会的一个责任，也就是说今天当了一个协会的一个家长，那这个部分就一定会牺牲的比其他族人都来得多，那这个部分呢相对的如果得到族人的一个认可啊，得到族人的一个鼓掌，其实对我来讲已经够了。我们在每一次火神祭的活动，我们都会号召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把自己的子女能够带到现场来学习，那未来这个部分他们才能够来去传承我们自己萨基拉亚的一些祭仪的形式，包括认识自己的一个族群的一个文化，那未来这个部分，那就是要靠我们现有的年轻人去传承，那我们只不过是在旁边做一个辅导的动作，这样就好，让他们真的是身体力行，然后来去做这个传承的动作。第一届呢，那么的米饭都火神祭的呢，桃园在大溪，哎，然后我们在桃园，起点文化馆的米饭都火神祭的啦。那时候不是草皮，我们也没有烧，那是第一届。那时候我还不太懂，我们沙溪有火神祭，我在想，我在看。其实我爸爸那个年代，他也是听到啊，每年第一呢都萨基拉亚马上。嘛，三三都到买那买那神，那时候爸爸看了，那时候我爸爸就在讲啊，对，萨基拉亚给他好，啊，一年哒，不是把那孙男啊娃娃那么啊，安吉拉乌孙那都那么哎那神。
其实萨基拉亚里面其实没有所谓的一个火神祭，按照历史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清兵到了一个萨基拉亚的族群里面，是因为屡次都攻不进去的情况下，他们就是用火的方式来去做外围的一个攻击，那造成我们萨基拉亚这个整个部落因为火灭族，也就是我们因为因火而灭亡。那在后续经过了百年之后再成立，然后就是用一个因火又而生的模式来去强调我们悲惨的一个萨基拉亚的故事，让每一个族人都知道我们是因火而亡，因火而生，就是这样子。的时候，杨兴国做理事长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火神祭一窍不通，完全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只要是理事长有交代或者干部有交代，几乎都每个都会出来帮忙。这个舞蹈方面呢，那还是要有常常跟协会啦或者村庄的那个。丰年祭的时候就这样子跳出，后来他们就说他们萨基拉亚没有舞蹈，就有一首舞蹈，就是那个好，就那个手就在你们的舞蹈就是这个。那个时候第一次跳的时候边跳边笑，然后心里在想说怎么有一点像那个努达鲁乖呀，哎呀萨嘎咪啊打哇萨嘎咪，哎呀原来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的，干掉了以后，刚才本来就还有油，你们一咬一咬又掉。没有啊，那也没过电啊。如果没有的话，就休息了，对吧？还有啊，走吧，来，这块。火神祭之前，我们的禁忌就是可能有忌口，也不是说像一般吃素那样子，主要就是吃阴性的食物。阴性食物其实就是像太阳不容易照射的东西。然后为什么我们祭拜的东西，那祭品几乎也是阴性食物？就是因为我们祖先当时逃难，然后需要一些食物好保存，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吃的东西，然后祭祀的东西，几乎都是阴性食物的这样。生姜是主要是祭司他所要用到的东西，它就是开启灵界的一把钥匙，对，它也就是一个法器，对。所以我们生姜就是一定要连同叶子，然后就是不能让它断掉。生姜真的是很麻烦，不懂的人可能以为说我们可能只是要生姜下面那一个，没有，我们是整株都要，连同那一把叶子就挥洒它，开启那一道门，然后除秽也是需要那个叶子一起的。然后今年我们也是请花莲的主人协助我们带上来。因为我们所要的祭品太多了，像我们在都会区里面来讲，像生姜，因为市场的生姜没有叶子，那我们要的因为是祭祀要用的，所以说生姜要有叶子，它必须要在现地去采集，但是它没有发票，没有发票就没有办法核销，所以说最困难的就是说有很多的东西没有办法核销，那就是很多的经费都是协会来去自掏腰包来去补足这个部分。真的很困难，到处问到处问，尤其生姜最难。以前是我自己有种，现在不行呢、啊，他不要我们自己种的，哦，他一定要有发票，你才有办法申请补助，这个减下来呀、啊，不然他不会帮我们补助啊。因为我们这个东西都是要买，要花钱，我们舍给他已经很穷了，你还要叫我们掏腰包，开不了，因为他是自己农民收据，其实就是一张简单农民收据。哦，你们的乐器好好去说明，我们真的很痛苦，我们。可以，我可以表格给你。你们没有讲，因为我们真的每年，今年第五年，我们有时候我们很痛苦，我们这个到底要怎么核销？槟榔的是折次，然后他只要上面签名就好，写他的身份证号。哎呀，你都不早问我们。哦，我们就很难办。有那个农民收据就是空白的，写一写就好了。只要他确定他是自耕农，原则上就是 OK 了。我们真的好痛苦。好啦，你们的很，我们真的很丰富呢。对，太多太多东西了，因为有一些。从第一届，这一次是在第九届了啊。我认为人口越来越多，我从第一届其实是没有什么人，因为我从第一届办了，只有我所认识的交过来参加这个活动以后，到第九届盛况不一样，人数不一样，部落的。你去也来桃园，也来桃园协助我们办这个活动，我感到很欣慰，就是我们的族人真的很团结，部落的、都会区的都团结一心来办这次的活动，让我觉得看到很骄傲。好，我们等一下要放第一场火，就是我们的讯息火跟圆火，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要邀请一位长辈来领水。啊，水是生命之源，那么水也是一个礼物。现在带领领水的祭司是黑林祭司林湘女。
好，现在要进行点火。好，来点燃的是今天的第一道火。今天所有的火都会从这里来取火。那么在祭典结束之前，这个殉习火，这个原火是不能熄灭的。那现在进行的是迎灵的仪式。好，今天的领祭是由我们杨美芳蓝领祭师来担任。因为撒希拉雅族其实他感觉上他就是一个新的族群，你所看到的都是感觉都是新的文化，因为我们就是灭族很久，也找不到就是真正我们到底是什么。可是我们想要复振这个文化，就必须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学习多元它嘛，弹性的多元它。所以可能花莲就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专精啊，去研究啊。所以他们的祭祀的时候就会比较多一些流程，然后我们就桃园就可能就比较就是这样，就是比较古老这样子。对，就从一开始的这样子。那今天从花莲来的两位黑领祭师，我们沙燕不老祭师以及林香云祭师担任今天的指导祭师。我们希望未来桃园市所有的撒基教的祭典都由桃园市自己培养出来的助导师跟祭师来执祭。因为我说过，有祭就有灵，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祭典，一定要从自身做起，人家才会尊重你们。对，当你在祭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会有灵啊，会有感动，就是对。今年我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感动。以往我可能就会，我比较盯自己，就会忍耐。今年就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就特别感动。等一下，这个烟哦，因为没有下雨，烟大概会比较大。如果你的这个呼吸道如果是比较不好的，我们的族人跟来宾朋友也请你稍微可以离远一点啊，不然有可能会呛到。好，准备好了吗？好，放火！好，现在要呈现的是150年前，清兵用火把撒希拉雅代表我们围墙的赤族燃烧殆尽之后，攻占到整个部落核心的一个过程。我们所有族人就被清兵所攻灭。好，请祭团带领主祭从西南角拍灭我们的火，带领大家突破火圈。好，生命的使然一定要找一个出口，所以我们祭团由我们的使者带领，从西南角突破困难，找到一个生路，延续撒希拉雅的使命。那天在火圈里面，当时就有在想啊，以前我们族人真的有被欺负成这个样子吗？我在火圈里面那个烟雾啊，真的在里面真的是没有办法呼吸了。被火烧的时候，你在里面的时候，他那种的那个啊呀是什么样子？相信大家在里面都有体会到了。难不都，我是不是买过呀？底下呢，阿公阿姑阿祖阿姑，我们撒希拉雅的族人真的是被烧成这个样子吗？是吧？是不是嘛？所以，我一想到这个就会那个，所以。
们的部落烧毁，我们用力压和力压，用火把清兵歼灭。透过这个影片，透过这个火神祭的历史的转述，我才知道说，我这个族群原来是像滇缅族，让我感到很难过，让我感觉到说我自己在都会区更要怎么讲，更要团结。那我在比如我现在在社会上。让我更艰辛成为一个萨克拉的后裔这样。乌克兰战争、以阿战争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不希望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台湾，在我们族群里面发生。好，等一下拿祭品的时候，器具不要拿，饭不要拿。酒不要拿，其他的可以拿。桃园的族人，好，接下来我们邀请花莲来的族人。其实我们这个萨克拉亚这个活动啊，它不像一般像阿美族这样子比较欢乐。我们是本身就是一个祭祀，它没有那么多的欢乐。我们萨克拉亚虽然人不多，但是呢，我也希望是说，只要是认同我们这个仪式、这个活动的，不管是哪一个族群，你只要你认同，你来参与，其实我们都是打开双手，欢迎你们来去做。啊，这个重点是之一啦。我希望以后我们的族人哦，会到买过来。还是哪里的？只要是有萨克拉亚，不管是萨克拉亚、阿美族都可以的。要有那种对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马古萨，我会跟我的小孩子，好，苏纳东阿过，我跟他讲，啊，爸爸是萨克拉亚啊，我们就是，让你知道说萨克拉亚的那个啊文化，我们一直传承下去。总归一句，很爽。我最主要的是为了我的下一代，为了我的孩子，为了子孙，像我，让他就，你身为萨克拉就是很光荣的事。我就是强调，我一直强调就是传承，因为我们都会区绝不可能再回去部落了，因为毕竟部落没房子没地，我们这个桃园就是你的。我的孩子的第一个故乡，我的孩子就是在桃园出生，我的孙女孙都在桃园出生哦，他就这个就是他的故乡，我是希望我的族人在桃园能够一直传承下去，让族人在桃园族人能够不要被灭族，不要被别的族群拉走。我的最终办协会的目的是这个。请所有的祭礼人员向今天来到祭场的贵宾、族人以及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致谢，鞠躬，五百。
会，我们请我们的祭团准备，我们祭礼人员蹲下，我们两位监祭请移驾。我们等一下所有的朋友都会除会啊，我们先示范，蹲下，好，请除会。好，我们分批除会啊。好，都除会完毕了吗？好了吗？好，起立，跳跳跳，好，赶快出去。好，跳跳跳，马上就过了，跳跳跳，抖走抖走，跳要抖掉，还要把你的脏东西抖在外面，抖抖抖抖。今天的祭礼烧得非常非常的完美，表示今天主礼非常满意。那么未来一年，大家一定会非常的幸福健康。我们也期待明年再跟主灵相见。